我名字叫陈德斌，我今年40岁，但是呢出来的时候我都介绍我都说我19岁，因为我 都跟大家说我今年才19岁，我是99年出生的。其实呢我平时因为工作关系我压力非常大，因为我有拥有一个公司，传统的公司，所以我要经常跟客户啊跟合作伙伴交流，所以有的时候我吃喝的时间都不能按照正常的吃喝，所以呢包括睡眠也影响很大，所以呢我身体遇到很多问题，它也能体现到我的皮肤但是经过使用我们爱康产品，特别是 Almarino 之后，我就几个月我的皮肤有很大的改变而且因为我是做企业家，所以我非常的慎重去了解使用哪个产品我看到我们 Almarino 产品有哈拉认证，所以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觉得这个产品非常可靠，因为哈拉认证呢对我们做企业家来说这个认证是很难拿到的，所以效果要非常好才能拿到这个产品所以我选择这个产品，我首先要看这个产品它能获得什么认证而且我看这个成分这些都会非常非常的好，因为如果选择其他的 collagen 胶原蛋白产品的话它不是这种就像我们从深的海洋提取出来的这些胶原蛋白，而是其他的成分的话就很难让我们的皮肤我们的细胞能够吸收，所以我们的产品都非常拥有非常好的成分，所以肯定好的成分会出来好的效果，所以这是我的选择感谢爱康，感谢Almarino一样产品，非常感谢 Mr. 陈德斌，好像时光已经忘记了你，所以你很能够保持像19岁一样的青春美丽，特别是你的皮肤非常的年轻。